各位小金们大家好，我是 KI 阿金啊，今天要教大家如何取得隐藏的四个生物啊。那这四个生物呢，其中有两个是最难取得的食材，那另外两个就只是纯粹解奖杯。那食材的就是那个啤酒的最后两个是最难解的啊。啤酒的上面那一个就是梦幻之鸟，名字很好听，可是它只是一个很可爱的柔毛鸡。那下面那个就是新大陆之主，它是一只化石鱼。那首先呢，我们先去抓这一只化石鱼，它在两个地方，有一个地方是瘴气之谷，另外一个地方的话是龙筋之地都有。那瘴气之谷我们就飞中央营地出去，走左边，然后到那个猫窟，然后那边的猫窟旁边有一个酸池，那边就有机会会出现一个化石鱼。化石鱼如果有出现的话，它会在那个酸池的瀑布附近。那其实化石鱼是还蛮好认的，因为它身上会一点一点发光的。如果你池子里面看没有的话，你就可以不用再花时间去那边慢慢钓，就飞那个龙筋之地的八号营地。八号营地旁边呢有一个池子，池子的最里面就会有机会会出现这个化石鱼，就像画面中这样子，有没有超级明显？不过要记得是化石鱼呢要黄金的饵才钓得起来哦。那我这边一开始用普通的饵，它完全鸟都不鸟啊。然后我这边换一下黄金鱼饵，它马上就上钩了。哇，超大一条，遇到活化石奖杯，让我们活化石就拿到了。然后啤酒的其中一项也解锁了。接下来我们要去抓梦幻之鸟。梦幻之鸟也是两个地方会出现，一个是古代森林，一个是大蚁种。那古代森林的话，我们就飞八号营地出去之后走右边，它会出现在那个草石龙的背上，然后这边右边就会有三只草石龙，然后记得要穿斗篷，然后千万不要跑步。我现在这个是错误示范，因为我跑步了，所以那柔毛鸡全部跑掉了。因为这一次运气很好，它背上有柔毛鸡，要么地上有一些东西在跑，那些就是柔毛鸡啊。你穿了隐身斗篷之后呢，你要慢慢的走过去，才不会惊吓到这些柔毛鸡。所以穿了隐身斗篷，就算跑步，它还是会发现你的存在。那另外一个地方的话，就是大蚁种的一号营地出去有三只草食龙，它也有可能会出现在它的背上，但它不会一开始就出现，它要走到前面的下坡。如果那几只鸟还没有出现的话，那你就可能要再重开一次地图，我们再这样反复的去刷古代树跟大蚁种，这样两个地图来回的飞。然后记住呢，这一只梦幻之鸟呢，它必须要白天才抓得到啊。哦，这一次呢，有没有看到就是背上的那一堆鸟慢慢走过去，然后捕获？有了，成功了，轻飘飘的拥抱感，这个就是柔毛鸡。白天或者是像这样子黄昏都可以抓到，然后晚上是抓不到的。这样就已经解掉了两个奖杯，然后另外一个啤酒的最后一个食材也拿到了。那这些生物呢，它不是百分之百会出现的，所以你可能就要耐心的多刷几次。再来我要介绍第三只隐藏的生物，它非常的简单抓，只要你在黄昏的时候去大蚁种，就像这样子的天气，有没有可以看得到这种夕阳的？然后我们去那个最右边右下角有两棵气虫的树，其中一棵气虫的树上面就有这一只独角仙，然后就是画面中这一棵树啦，在十号区域的这个气虫树旁边。然后我们先想办法荡上去吧，荡上去之后你就会发现有一只很大只的独角仙在树上，它是一只彩色的独角仙。独角仙，红色光芒，红色大独角仙，就这样取得了，然后也拿到了一个奖杯。这一只是算是里面最简单拿到的生物。再来就是最后一只硬毛鸡，有柔毛鸡就有硬毛鸡。硬毛鸡呢，它也是有两个地方会有，一个是龙筋之地的突棘龙上面，另外一个是瘴气之谷的那个猪上面，猪的背上。有没有？这一次我就有看到那个突棘龙，可是第一次呢，我已经不小心把那个隐形斗篷给用掉了，然后我靠近的时候，那一只硬毛金鸡就给我跑掉啦，又是一个错误示范。所以各位，隐形斗篷一定要穿着啊，对不对？然后要慢慢的走过去。然后这个岩浆区再往里面走，还有三只的那个突棘龙，所以这六只突棘龙你都可以看一下背上有没有那个硬毛鸡。接下来我们去瘴气之谷，一样啊，就是中央营地出去的那一个猫窟里面，刚才我们抓那个化石鱼的那个酸池旁边有一只猪啊。我们就
去那一只猪看它背上有没有，如果酸池旁边的那一只猪背上没有那个硬毛肌的话呢，瘴气之谷还有另外一个地方也有一个猪，从一号营地那边出去左转，然后左转走到底呢会有一个小洞穴，就会有一只猪在那边，所以瘴气之谷有两个地方可以看有没有那个硬毛肌，所以我这边答案的结果是没有这一只硬毛肌啊，太可恶了。所以没有的话呢，我们再飞回那个龙晶之地，然后确认看有没有，然后龙晶之地看没有再飞回来，没错就是这样反复啊，然后一样来到猫窟这边的洞穴，然后往前看到那一只猪的背上好像有一只硬毛肌，这时候呢千万一定要用走路过去啊，就是像这样子可以慢跑，但是千万不能快跑，这样慢慢的跑过去，然后伺机而动，准备拿起捕获网把它捕下去。最后一个粗毛鸡，硬邦邦的触感啊，粗毛鸡最后一个奖杯就这样拿到了，这样子你们学会了吗？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就用力把喜欢按到100以上，魔猎人收集100应该就可以了吧。那我之后呢还会再出相关更多的攻略影片给你们看，那还没订阅我 YouTube FB Twitch 的观众朋友呢赶快去订阅吧，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